他不会在空中飘到一半突然掉下去吧？阿尤，别别别，我乌鸦嘴是乱说的。 脚踏实地的感觉。
九泉造物，果真神奇。小晴，你挨着我点，别往下看啊。哦，好。可是阿勇，我不恐高呀。我恐高，你可得帮我拉紧了啊。 这尊神农雕像看起来和村里的不太一样啊！岩波拳手真糊弄少儿，连神农大神长什么样都没搞清。不过这个比村里的要大好多啊！也就这样吧。 什么时候发生的？四载之前，和毒杖一样。为何岩波拳会没有拳手呢？三皇大神曾有约定，将岩波拳交与魔族，全族共享，拳手由魔族首领之。
后世魔界内部分裂至今，各部众混战不休，互不信服，自上任选手王后始终没有继任者，只能待上任选手魔猿重聚。 魏叔大人，我们为了查九泉动荡原因而来魔界，还请您放行。此意与之所求，今后尔等可随时进出。多谢。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虚弱。魏叔是九泉力量的具象体，炎波魏叔被不明动荡困住。 代表炎波泉已被束缚。事态看来，比当时毒瘴泉还严重。我们没办法把他救出来吗？没有。重楼离开，可能是刻意引导我们和烈火进入接触。若是如此，那他并不如看起来那般冷酷严苛呢。我们走吧。 在哪里？啊，是听蜀山的前辈提过，似乎与他们的锁妖塔有什么渊源呢？嚯，魔尊还挺忙。
我允许你挑战一下叶灵。
不要随意触碰魔界事物。知道的，别那么手气。 是结界，将此处破开。不可。按魏叔大人所说，炎波灵泉混乱，我们必须谨慎行事。那还有其他能通过的法子吗？方才我们看到那个颇为奇怪的点，莫非是解除结界的机关？ 怎样，有用吗？没有任何反应呢。大家四处找找，看是否有开启火炉的线索。白姑娘，发现什么了？这里火灵力如此强大，又有优质矿材，应该能成为一个不错的铸造所。上古三族大战时，岩波泉正是魔族的兵器房。啊，兵器房？这里是上古兵器房啊！魔族残暴好战，这里竟然是魔族的兵工厂。现在为什么又封印起来了呢？打造魔兵器。 需消耗岩波灵力，为避免生存危机，魔族难得的统一共识，不再开启此处。加之有魔尊看守，更无人可逾越。即使如此，那中央的火炉会不会和昔年魔族铸造兵器有关呢？ 仅剩残化了。这一幅似乎在说三族大战的事。这长发，这长枪，你不觉得这个女神很像是魁羽？魁羽是新神族首座，的确经历过上古三族大战。那时，魁羽和魔族敌对，为何魔族要画她？ 不甚清楚。若是这壁画再完整些，说不定就能知道些什么。
阿尤，发现什么线索了吗？修武，你看那俩大火球。看到了。明明是九泉之一，却是俩大火球。岩波是帝国源头，这些岩浆都是岩波的纯净能力。九泉形态各异，你要是好奇，可以通过九泉灵脉去其他泉眼一探。那可不行，九泉都有泉首和位数宝贝，随便乱闯不一定还有这次的幸运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些岩浆既是岩波灵力，会不会就是打开那道门的关键呢？依照阿尤与白姑娘所言，此地岩浆与那火炉应当会是打开那道门的关键。师姐提到的壁画似乎也有些蹊跷，既然如此，不妨先从火炉那里再寻些线索。原来岩浆是由这些机关从地底捅出的，关键就是如何将这些岩浆注入。
这个是上古文字。太古九泉。太古神农神尊诞生，天下伴有九泉相生，为天地灵脉枢纽。九泉滋养天地万物，兽族为神尊子民，受神尊庇佑，繁衍生息。然世间生灵大增，愈发依赖九泉。九泉为神尊所疏通，理应为兽族所独有。人神二族意图染指九泉，吾等兽族誓与之战。人族胆小畏战，不足畏惧，神族实力卓越，方为我族之强敌。魁羽天女啊，提到魁羽了。嘘。哦，对不起。新神族之首魁羽天女，神界骁将，手持盘螭神云枪，率新神族兵将屡挫我族攻势。然兽族崇敬强者，虽为敌将，其英勇可敬，与强者对决，亦为无上荣耀。山河崩裂，哀鸿遍野，兽族九损其七，神族伤亡过半，人族实存其一。终末，兽族奉从首领蚩尤号令，迁徙九幽魔界，誓曰：生而未战，亡亦未战。能辨识的文字就这些。恐怖，太恐怖了吧，魔族！三族鏖战至此，三皇大神没有阻止吗？大战终末，女娲补天救世后，无人知其下落。
神农耗费庞大力量保护九泉，并开辟九幽魔境，之后不知所踪。此后天地闭关，参悟天道，不再过问世事。彼时三族已是仇恨深重，就算三皇大神之命，恐怕也无法平息三族的恩怨。战争为什么要发动战争呢？和平共存不好吗？又显现了什么字？三皇誓曰，永绝兵戎，若有挑起烽火者，三族共讨之。这是战争之后的协定？这应是一开始就有的协定，不过三族战至最后都已红了眼，即便有三皇协定，应也固执不及了。这场战争最终造成了神族闭锁于天，兽族遁九幽成魔，人界百废待兴的局面。三族自知犯下大错，之后三族才重新依从三皇誓约，设六界阻隔，划九泉归属，约定不可再犯他族之境。那魔族来入侵人界时，神族不是应该按照协定来讨伐魔族吗？虽有协定，但神族亦被天地禁止下界，魔族对人间的几次袭扰规模都不大，人族尚可应对，故未引起神界重视。这壁画竟然是开门的关键。三皇盟约，
的好。到魔界啊！哎，对了，熊兄弟，你不是来过岩波吗？对这里很熟了吧？我借助春姿剑到过岩波核心，并未踏足此地。哎，这么好的东西，竟然落在魁宇那个大魔王手上，太可惜了吧？我看这次，我们干脆就找个机会把剑偷出来。这太危险了吧？阿尤，你是不是又在开玩笑了？随便说说的，不要当真啊。失败的滋味。
说，这些岩浆都是岩波灵力，这要是掉下去，肯定连渣渣都不剩了。话是这么说，不过掉进人界的岩浆里，也同样会尸骨无存吧。
秦妹配合的也很好。兽族退败九幽后，彼此依然争斗不休。曾听闻有些野蛮强悍的兽族逼迫弱小的同族以身殉剑，妄图打造九幽至强兵器。熔炉中被陷阱所困，其意志与剑皮相融，剑气未成，却诞生了半剑半兽的怪物。这种怪物并无意识，被战友以怨气裹挟，不分种族的肆意攻击。兽族虽敢报复，但所有重臣无力抵抗，只能将他们尽数封锁在城堡里。其中一对怪物异常凶狠，几次三番想冲离岩窟，兽族为镇压，将其灵力全部抽干，并化成石像。看来那两座雕像便是这对怪物了。眼下他们感应到来自外界的气息而蠢蠢欲动，若再次吸进了周遭兵器的全部灵力，恐无意对付。雕像活了，不小心，我们来帮你。
便算是正式踏入魔界领域了。啊，走了这么久才刚算是到魔界，哎，估计一会儿还得打架。胸口不舒服，哎，呼吸闷闷的，感觉像到了高原上。灵气有些稀薄，似乎比上次来时更为严重。魔界不是在地底下吗？怎会有天空和云？九幽是异空间，那些云雾是煞气积聚而成，兽族进入九幽吸收煞气之后，才修炼成为魔族的。我们虽然有护符有法术，但仍会吸入少量煞气，时间长了，肺腑煞气积累过多，即便侥幸活命，也恐走火入魔。好，那快些找到小秋。秦妹，很难受吗？魔界的煞气比炎波的多了许多，你快休息一下。月姐姐别担心，我有师父给的护符，如果实在不舒服，不要硬撑着，一定要告诉我。嗯。哇，秀兄弟，不是我说，你师姐要是个男的，怕是早就输了。嗯？哎，对了，你这个榆木脑袋也不懂这个。师姐，我的法术也可以抵消一些煞气，如果哪里不舒服的话，就告诉我。多谢师弟。榆木脑袋开窍了？不对，你刚才说的不都是你师姐的话吗？